这网络牛肉面票选，我们虽然得了第二名，可是我们的业绩一直都没有上升，甚至还有下滑的迹象。董事长为这件事情烦恼得不得了。你们找仲瑜商量过没有？为了雨辰的事，这仲瑜跟子阳心情都不好，他哪有心思放在业务上？所以我们想请你来。 看看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们。我倒是有个想法，既然是遇上了瓶颈，为什么不吸取别人成功的经验，交流一下，或许能够激荡出一些不一样的做法？你是指，白香面馆的夏平安？我想请他来办个讲座，给大家上上课。 他有一些不一样的思维，我想应该对大家有点帮助。找夏平安来合适吗？你既然要改变，就不要顾及面子啊！我觉得很合适。平安再怎么说也算是自己人呐，啊，就这么办吧。浩谦，我觉得很好。我想平安他一定会拿出一些策略的。 他不会藏私的，我这就打电话给他。好。喂，爸。哎，平安，下礼拜一不知道你要不要上班？ 大家好，今天呢，执行长指示我来跟大家分享成功的经验。其实我们面馆跟贵餐厅的规模相差颇大，但不论规模大小，我们都叫做服务业。一个成功的餐厅，不外乎厨艺和经验。在这里，我要送给大家两翼双馨。在厨艺上，各位都是千锤百炼，我就不用多介绍。剩下的就是创意，谁家的创意够，就能占有一席之地。 而经营上的贴心性呢，则能够让你的顾客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感觉。在操作上的用心，则会影响你们经营的胜负，也就是所谓魔鬼藏在细节里，就是这个道理。今天呢，我们就先从腌制酸菜开始说起吧。 你在想什么？想的那么入神。你感觉昨天平安的表现如何呀？这孩子不错，头脑清晰，做事情有条理，不愧是浩谦的儿子。我也是这么认为呀，所以我想亲自找他谈一谈。谈什么？我们合作呀！我想聘请他当总管理师。哎。 好哎，我赞成。像他这么聪明的孩子，就是要有伯乐欣赏，不然太可惜了。哎呀，你想他会不会拒绝我们呢？应该不会。我觉得这孩子有老一辈的义气，他应该会帮我们的。
那我们就不要耽搁时间了，一会儿我们就去找他。好。哎，妈，你在忙什么？这些东西要赶快理一理呀，放好久了，我都一直没整理。上一次威廉他太太来家里的时候，乱七八糟的，我觉得好丢人，很不好意思。他跑到我们家做什么？他就是来陪我说说话呀。我觉得他人其实很不错。这种人不好惹的，我看你还是跟他保持距离，我比较放心。他还说啊，要你跟子阳兄弟相认。妈，这种话你也相信？绝对不可能的，他们母子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打压我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把我当家人看呢？我觉得他人其实很好，都没有怪我和威廉。妈，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看你还是小心一点。嗯，我来开。啊，来了。菲菲，你好。孙妈妈，董事长，你们怎么回来了？哎，快请进，快请进。哎，好。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董事长，我正在整理东西，乱七八糟的。哎，你们先坐。哎，请坐。不要客气。好，我去给你们泡茶。好，谢谢。董事长，董事长夫人，你们来我们家是不是有什么事？有些事想跟你谈一谈。哎，你自己在修车呀？哦，是啊，这很简单的，不过就上个油，换个气门芯而已。啊，很好啊，年轻人一切亲力亲为，踏实肯干，这是我在你身上发现的特质啊。董事长，您过奖了，家里就我和我妈两个人，所以一切都必须靠自己。孙妈妈，哎，董事长，你们请喝茶。啊，好，谢谢啊。谢谢。平安，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签个合约，希望你到我们餐厅来帮我们训练员工，不管是厨艺也好，经营管理也好，这一切由你来定夺。总而言之，我们就是很欣赏你，希望你来培训我们的员工，并且传达你的理念。孙妈妈，你刚才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菲菲呀，你有个优秀的儿子，我们想借用他的专才，希望他来培训我们的员工。董事长，董事长夫人，承蒙你们这么看得起我，我也想为两位尽些力，但我想姚子阳恐怕不太认同我的理念，这样一来员工目中一事，我也担心怕他们为难，不好做事了。你这么一说呀，倒有几分道理。是啊，平安的心思很细腻，我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子阳在短时期内是不会接受平安的。啊，我看这样好了，这个提议我会摆在心里，等时机成熟了我们再来执行，你们觉得怎么样？那我只好等你的好消息了。啊，董事长一定会的，我会认真考虑的。好，那我们就回去了。好，等一下，孙妈妈，董事长，你们很难得来，再多待一会儿嘛。嗯，我家里有新鲜的鱼头，我再去准备一些菜。孙妈妈，我想让你尝尝看我做的鱼头锅，味道很棒哦。嗯，可是董事长有睡午觉的习惯。是啊，我担心他会累。哦，要不董事长，那你到我的房间去躺一会儿好吗？就这样吧，平安带董事长到我的房间去休息。哦，好。我看呐，盛情难却，你就留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好，就听你的。我现在就去准备。董事长，董事长夫人，我们这边请。哎，好。好好，
这边请。嘿嘿，这里就是我妈的房间了，你们随便点，别客气。好。好。你们慢慢休息，那我先出去了。谢谢啊。好。妈，我去买个东西啊。桌上，那边有本相簿，照片就在里面呢。桌子上没有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你再到处找找看，一定要找到。哎呀，好，休息一下吧，孙妈妈，先坐。你不要担心。孙妈妈，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把你们丢在家里，然后就自己跑出去了。医生怎么样？那个老先生受到冲撞太过激烈，引起了心脏急性缺氧，幸好及时送到医院，现在也经过急救处理了，等醒过来就可以转入一般病房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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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谢，不用谢，谢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董事长没事了，我真想放心了。多亏了平安。孙妈妈，你先坐嘛。哎，好。多亏平安，要不然真的弄不动你。谢谢人家。
谢谢你们呐。上回啊，在百货公司是菲菲救了我，这次是平安救了你，我们应该好好谢谢他们。是啊，是啊。这小偷啊，大白天的就往人家里闯，真是太可怕了。下回出门要把门锁好啊。我知道了，还好这一次董事长没事。你要好好休息哦。妈，不进去吗？看到他们母子两个，我心里就不太舒服。好了，爷爷，你怎么样了？我跟我妈都快担心死了。没事。子阳，刚才呀，真的把奶奶给吓坏了。对了，奶奶，你报案没有？没有，这一阵混乱的。哦，对了，终于，子阳，你们要好好谢谢平安跟菲菲呀。菲菲，平安，谢谢你们。应该的，应该的。终于啊，等出院以后，我们一家人请平安跟菲菲吃顿饭。当然当然。不用，孙妈妈，你太客气了，不用。应该的，而且我要好好的谢谢平安，答应帮我的忙啊。啊，董事长，别这么说，别这么见外嘛。见外？哼，你什么时候跟我爷爷成为一家人了？见外这种词你也说得出口？子阳。好了，爷爷不舒服，别惹爷爷生气了。平安，不要介意啊。不会的，董事长，你先好好休息，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好，好。菲菲呀，你看你把平安教育得多好啊。平安从小就很贴心，很会照顾人。还好了。受什么委屈了？浩谦，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绝对不可以离开我，否则我真的会崩溃的，我会受不了的。有件事我也放在心里面好久了。我想去办一个领养手续，让平安认祖归宗。怎么了？我没有想到，你居然会在这个时候跟我说出这么残忍的话。跟董事长摊牌吗？急什么？
等我搞定子阳再说。离开主管会议还有半小时，我就在餐厅外面等你。如果没有等到我满意的答案，我就开车去董事长家，把一切全都说出来。你不可以这么做。好，算你狠。我答应你，等一下开会的时候宣布你升任总经理，这样子你满意了吗？因为你的一再拖延把我的胃口养大了。我还有一个条件。周雨辰，你不要得寸进尺啊，你不要逼我。我都还没开始说，我怎么逼你啊？你说。我要的其实一点都不多，事成之后我要一半酒店的股份。你这个贪婪无耻的女人，居然连这个你也想要。你别把我说的那么难听，我是在助你一臂之力，让你昧着良心也找一个借口。答应你，等我拿下酒店之后，我会分一半股权给你。太好了，我们现在又终于回到合作伙伴的关系了。等等，我也有条件。你还敢跟我谈条件？爱听不听随便你，只有你答应了我才会开始进行。你给我听好了，第一，有关于小芳的事情，从今以后你不准再给我提半个字。第二，我要你想办法帮我弄到那张照片。好，我答应你。开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千万别迟到。还有，记住你该说的话。你不去吗？自己做的事不敢面对。我倒是很想看看你这个贪婪无情的女人是怎么样去把一个曾经深爱过你的男人赶下台的。各位请坐。子阳，对不起，妈已经无能为力了，如果不顾自己将来更帮不了你。在主管会议之前，我要正式的发布一项人事任命。目前暂代总经理职务的姚子阳降调为副总经理。总经理由周雨辰升任。为什么要把我降职？而且为什么要让周雨辰担任总经理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在这个女人手里啊？妈，
子阳，我是认为雨辰他的确能够帮我们餐厅再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你就接受吧。不，我不能接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妈，你告诉我是为什么，为什么让他来当总经理啊？妈，妈，妈，你是不是在背后用了什么手段来要挟我妈？看来今天这个主管会议是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了。厨房人员跟我走，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你给我站住，不准走。今天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离开这里半步。哎呀，姚总，你消消气，都是一家人，何必呢？嗨，注意你的风度，我已经是这家酒店的总经理了，最起码的尊重你总该有吧。让我尊重你这个用尽心机狡猾欺瞒冷酷无情的女人吗？那你呢，庸俗无知爱慕虚荣狠心绝情的男人，你有什么资格在这个位置上？哎，姚总，你放手吧，都让人看着。几点啊？好好好，哎，那我马上就到。嗯，拜拜。妈，妈啊，妈，那个我姐刚刚摔了一跤，估计还挺严重的，都动弹不了了，我得赶紧去看一下。那么大的人还能摔跤，严不严重啊？严重，当然严重了，不是断了胳膊就是断了条腿呢。我得赶紧去了，你帮我看一下小珍珍啊。哟。那么严重啊？嗯，哎呦，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呛人！名牌香水。哎呀，我说你去医院能不能不要穿成这个样子，还喷那么浓的香水？真是，现在说什么你也不听了。我跟你说啊，你去看你姐可以，但是你必须快去快回。我答应人家要给人家送货收款的，你两个小时必须得赶回来啊！两个小时啊？哎呦，三个小时行吗？我要来不及的，不行。好好，那两个半小时就这么定了，两个半小时我就回来啊。哎，你，你戴那么难看的假发，还喷那么浓的香水，啊，可以了，可以了啊。来，喝点水。爷爷奶奶，简直太过分了，把我当什么人了？什么事啊，这么气呼呼的？今天早上主管会议上，我妈突然决定让周雨辰担任总经理，把我撤掉叫为副总经理。什么？这个事我们怎么都都不知道啊。董事长您别急别急啊。你先别急嘛，终于来了一定有他的说法，你听听看再说呀。就是这件事情真的很奇怪，这根本就不是我妈的做事风格。子阳，你又在这里抱怨什么？爷爷不舒服，你不要说些事情让他老人家烦心嘛。啊，妈，这爷爷是董事长，奶奶也是董事，我觉得
他们有权利知道这件事情。没错，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先向我报告。再说了，你们也不能趁着我住院就擅自做主，先斩后奏。董事长，你别激动。终于，子阳说的没错，这不像你的行事风格。妈，爸，对不起，我知道我不应该自作主张，不过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最近有一个跨国性的企业嘛，他们想要用高薪挖掉雨辰，所以我才下的决心这样子做的。就为了这个决心，一定要牺牲掉我吗？你看你这个孩子心浮气躁的，妈对你当然是有另外安排的了。可是你这样做也太突然了。啊，爷爷奶奶，是这样的，妈不是看爷爷最近生病了吗？怕他心烦，所以没有告诉他。那家外企啊，确实是跟我联系了很长一段时间，眼下马上就要签约了，我心里还是挺犹豫的，毕竟啊，还是偏心自家的酒店，所以啊，妈才临时做了这个决定的。嗯，本来呢，这个雨辰的职务就早想更动了，因为我觉得还是公事私事应该要分开来，再加上最近这个挖角的事情，所以我就马上下了这个决定。我希望餐厅还是由雨辰带领来转型，变成一个跨国性的经营方式。我明白妈的用心，我也知道爷爷奶奶对我的期许，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好好为咱们的酒店效力的。我还有好多地方需要学习，尤其是跟爸妈还有子阳，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雨辰，如果你真的有这份心的话，我相信没有什么工作能够难到你。记得对自己的自我期许，那是比别人对你的要求来得更重要。爸，我知道。爸妈，其实呢，子阳他当然能力也不差，所以我想请问，是不是可以增设一个执行总经理的职位？算了算了，这样做的话只会令我更加难堪，更加耻辱。子阳，我们是夫妻，我还有好多地方都要跟你学习呢，你要多帮帮我。这个女人的话你们竟然还会相信，简直是无可救药了。子阳心里不舒服，他一定是生我的气了，我该怎么办啊？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你既然已经选择了工作，那就把你的心放在工作上。子阳那边我们再去跟他沟通好。你还是我的妈妈吗？还是那个关心我、疼我、爱我的妈妈吗？这到底是怎么了？子阳，现在只有你可以救我，只有你可以帮我了。妈，你到底在说什么？
什么救得了你，什么帮你啊？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子阳，你听清楚了，夏菲菲就是小芳，她就是董事长的女儿，所以夏平安他就是董事长他唯一的亲外孙。不可能，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不可能。是真的，子阳，现在不止妈有危机，连你也一样，要是我们两个再不想办法，我们真的就什么也没有了。你在骗我，对不对？你一定在骗我，啊，是因为雨辰，对不对？或者是你跟雨辰联合起来欺骗我，对不对啊？这是真的，我已经查证过了。夏菲菲就是当年被我丢弃的那个女孩。妈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已经乱了分寸了，我只能任由周雨辰他来威胁我，来摆布我，因为雨辰他也知道了这个秘密啊。所以子阳，现在只有我们自己能救自己了，你一定要去好好的安抚雨辰，你千万不能惹恼他，我会想办法尽快解决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解决的啊！为什么这一件一件事情接连发生？为什么你们一件一件事情的都来折磨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了？老天爷，你对我不公平，不公平啊！子阳，子阳。简直太不像话了，到现在都不回来，说好两个半小时，现在都七八个小时过去了。回来要是再不好好修理修理他，他就无法无天了。怎么了，佩斌？怎么了吗？雨乔呢？雨乔，你是不是只知道关心自己的老婆？你什么时候关心你老娘我呀？这一天把我给累的。你们倒好，出去参加什么卫生培训了？今天雨乔把孩子丢给我，我忙得货都没送。哎，货没送出去啊？我带孩子呢，我怎么送货呀？我啊，还说呢，今天订了我们面条的那些人家全部都下班休息了。坏了。麻烦了，非得登门道歉不可了。登门道歉要管用就好了，人家说了要我们赔钱，今天接了好几个电话都是要我们赔钱的。这雨乔也太过分了。都是你管的。都在啊，怎么了？你还真的回来？你怎么答应我的呀？你这一天到晚不着家，你都去哪儿了？我爱去哪儿去哪儿，这是我的自由。你跟哪个男人喝成这样？我爱找谁喝就找谁喝，要你管？你是要找外遇报复我是吧？谁找外遇啊？找外遇的人是你，你思想真龌龊。你别晃，不要晃，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要立正站好了，站好了。我刚说到哪儿了？啊？你思想龌龊，就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脏。我说完了。我思想龌龊？那你穿成这个样子是要给谁看啊？我自己觉得好看不行啊？你这分明是要穿出去给外面那些野男人看的嘛。
只有你才想要脱光光了给外面的野女人看呢。你是吧，妈？我是爸。不是，妈。别碰我。你呀。你什么你？你说话都不利索，会说吗？就说你呢，告诉你，有外遇的人是你，不是我。别吵了。吵什么？吼什么吼？你就会吼我。我告诉你，有理不在身高。要是有道理的话，你就不会吼我了，都是因为你没有道理，你就会吼。宝贝，宝贝呢？宝贝，啊，女儿都哭了，你都不管，怎么当爹的？我没法说你，太失望了。宝贝，妈妈回来了。你看看，你看看，什么样子？这个家。这个家还像个家吗？